嘉宾，还有各位长官，还有各位媒体先生，大家午安，大家晚安，大家好。那很高兴，今年是第三次参加回顾点灯。那每一年参加这样的活动，都带给很多糖宝宝家庭很多的温暖，为唐氏基金会服务全台3万多个唐氏的家庭。但是我们在3年前服务的包括所有的肾脏的朋友，那按照现阶段的一个统计，在台湾一个礼拜大概有1位至2位的一个糖宝宝。那唐氏基金会在全国有110个服务的联络站，那有17个实体的一个服务中心。那每一年其实我们服务的一个范围，从如果各位先生或各位女士你到结婚到所谓的一个妇产科去做所谓的检查的时候，那医生如果有怀疑可能是高龄产妇或可能是糖宝宝时，就转接到唐氏基金会。那个时候唐氏基金会就在服务了，那服务到你孩子出生到就学之后到就养就医，都是唐氏基金会服务的一些业务。那长期以来我们文工厂支持唐氏基金会的服务，那我在此也代表基金会向委用的夫人委用的我们的各位同仁代表12万的基地。那未来如果有任何的慈善活动，也希望能够通知唐氏基金会，唐氏基金会也很乐意参与任何的一个公益团体。谢谢。谢谢董事长。